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个例题，是有关于相对的量。那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题目，以海平面当作基准点，海平面上方5公尺记成正5，这个不是念成加，这个呢我们就念成正5。那另外呢，这个很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跟正相对的叫做负6，这个字也不是念成减，这个字念成负，所以呢这个叫做负6。好，正跟负呢，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，在数学里面呢，我们就把它叫做性质符号，这是之前有说过的地方。那海平面以上5公尺呢，记成正5，那海平面下方呢，如果上方记成正，那下方就记成负。下方 3.6 公尺如何表示？就记成负 3.6 公尺。那反过来说，如果上方记成负，那下方就是正，负跟正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，不能念成加减，加减是运算符号，那这里呢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，所以我们在数学上呢把它叫做性质符号。第二个题目呢，以全班成绩的70分当作基准点，小程数学考60，记为负10。好，这个字呢也不是念成减，记成负。那什么叫负10呢？负10的意思是说比基准点，比基准点的70分还要少10分，比基准点的70分呢还要少10分，少10分我们记成负10。那如果说有一个另外一个同学叫小智，他考85分，那我们知道85分是在70分之上，之上几分呢？85减70等于15，所以呢他是在基准点70分之上15分，所以我们就记成15或者是正15。通常我们当作性质符号的正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把它省略不写，所以你可以写成15或者是正15都可以。好，再来看第三个题目，以小军家内存货为例，每天吃掉的冰棒量可以用负来表示，吃掉就是少掉的冰棒量，可以用负来表示，那增加呢就可以用正来表示，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。如果是有关于输赢，假设这个赢钱呢，通常赢钱我们会用一个正，如果赢钱用正来表示的话，那输钱呢我们就用负来表示，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。那如果说呢赚钱用正来表示，那赔钱呢就用一个负来表示，这个不能念成加减，这个都念成正负，因为它是性质符号，它代表的是一个相对的概念。另外我们再来说一下，如果向东走用正来表示，那向西走呢就用负来表示，反过来说，如果向东用负，那向西就用正，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。